好，现在请你缓慢做深长的呼吸，吸气吐气，缓缓的用嘴巴吐气，放松身体，吸气吐气。吸气，吐气。此刻，观想你就坐在一片草地上，前方有着太阳照耀着你，感觉温暖的阳光洒在你的身上，感受到天空、鸟声、风吹，感受到你极静的内在。在你的心中，你看到前方有一道荧幕，像一个电视一样的在你的前方打开，观看着幼时的你与你的父母亲许多的画面开始浮现。你上了小学，中学，大学，出社会工作，直到现在，许多的画面在你的面前当中不断地刷过。感受你对这一生的感觉。现在你的感觉是什么呢？对于你所经历过的一切，你是怎么样感受的呢？在你的生命当中，有许多人的出现，你的父母亲、男朋友、女朋友、老公、老婆，你的另外一半，你的同事、老板，许许多多的人都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，透过他们你了解自己，透过他们你认知自己。然而每一个人的存在都呼应了你对你自己的定义。此刻请你感谢所有来到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位，你可以在心里面一个一个地向他们致谢。任何浮上你脑海中的人，轻轻地告诉他们，谢谢你的存在，谢谢你让我认识我自己。无论他们在生命当中是你的敌人或者是你的朋友，每一个人
教导了你最重要的功课。现在，在你的心中期望向业力委员会的女神请愿，祈求赦免你的业力，帮助你晋升扬升至第五次元。观想有两条根从你的双脚向下延伸，进入到地心，让自己的能量根植大地。我们也请大天使 Michael 为你披上深蓝色的防护斗篷。接着，我们召请巨大的火龙，请它将所有浓稠卡住的频率消除。感觉到火龙将火焰投注进入到你的能量磁场，消融对你无益的一切。现在请你在心中跟着我一起说，亲爱的业力女神观音波西亚女士和纳达女士，纯净之爱的宝瓶世纪的神圣阴性的代表们，我请说出你的名字，向你请求业力的赦免。如果你想要，你也可以指出你特别想要释放的业力。我以光之名保证，我会用这个自由全面开始承担我的神圣任务，服务一切万有。当你的意念发出，三位业力女神出现在你的第三眼，而在你的第三眼里有一个水晶球。当你的第三眼进展到第五次元时，它所呈现的颜色就是一个水晶球。你能够清楚地感觉看到这三位业力女神就出现在第三眼。首先，发出粉红色的光芒的观音来到你的身边，牵着你的手，他带你走进一个非常美丽的庭园。用你的心去感受观音，他慈悲的爱，宽容，宽恕。观音问你，你想要清理哪些业力和境遇呢？如果你有特别想要清除的，请在心中告诉他。如果你不知道，观音也会帮助你去清除目前你所需要清理的业力。接着，在庭园当中，你们走下了几个台阶，而这个台阶的下面，这是一个庭园的地方，有四个位置。此刻，波西亚女士走向前，也就是走向你，她发出的是灿烂的金光和代表恩典的纯银光。
他指出了 你应该走向的位置，请你走过去。再来，纳达女士也出现了，她微笑地对你说：亲爱的灵魂，我们已经看到你在地球上的生命旅程，我们也 一路关注过去你在很多的行星、银河与其他次元曾经体验过的每一次生命。你对地球的服务是很杰出的，我们听到你想要清除业力的请求，我们答应你的请求，使你不再受到各种限制的捆绑。条件是，你必须把你的课题学到一个足够的程度，承担起你的责任。此刻，波西亚女士站起来，她开始将她的手放在你的顶轮上。你开始感觉到一种非常美好的震动开始流动，进入到你的头、肩膀、身体、双脚，允许这个能量的震动不断的传送，经过你的身体、情绪体、心智体、灵性体，经过你的气场、能量磁场，经过你目前这一生的时间线，经过你的祖先业力，消融你和所有有血缘关系的每一个人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行为。经过你曾投身过的国家的人的行为，经过时间、空间，到你灵魂诞生的那一刻起，以及你在所有不同世界和宇宙所体验到的一切，允许能量的频率不断的传送，赦免生生世世你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行为，也留意到赦免的荧光充满着你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。我们的所有的业力都储存在我们的以太体的细胞当中，现在，观音出现在你的面前，她穿着美丽的东方式长袍，她的肩上披挂着一条粉红色的龙。她把右手放在你的胸口上，
你立即感觉到纯净无条件的爱的震动遍布全身，疗愈你生命的每一个部分。这个不可思议的美好能量之流，消融宽恕了每一个低频的意念、言语、行为。当他把手收回的时候，你感觉到你的心轮，心轮当中的33个花瓣开始像一朵纯白的玫瑰打开，一半一半的打开。你心轮的能量穿越了你所在的时间、空间、实相。看见你的心轮散发着纯净的白光，纯净的本质穿透你，看见你整个能量磁场都充满着纯净的能量，白光环绕着你。所有的一切都被赦免，回到你最纯净的状态。这三位业力女神现在都站起来了，你也一样。感觉到你的身体，你的以太体光芒四射，轻如羽毛。请你在你的心中向他们致谢，他们也将手放在他们自己的心轮上，与你道别。感恩业力女神所给予我们的协助。接着，他们带你回到台阶，让你回到你所在的神圣空间。要知道，此刻的你已经拥有了大量的神圣的祝福，而女神们已经从阿卡莎记录消除你的业力结果，让你轻松地进入第五次元。你将在你的大我、高我、关爱的指引下，无牵绊地去服务，而每一个意念、言辞和行为仍然会给你造成新的业力，但是你已经可以前往宝瓶世纪，与了不起的光的团队共事，在地球上创造星际的历史。此刻我们召请大天使麦达场，让他的光柱往下从第九次元经过你的脉轮，并进入到地球之心，也就是在你的脚底下方。我们请大天使圣德芬稳固你的地球之心，进入到盖亚母亲以及地心的空间。
次的在心中感谢所有的上师、天使的协助。请你做几个深呼吸，回到你的身体。